帮阿嬷住院需要钱，二煞持刀抢加油站。我阿嬷大姨呢，赶紧开出来了。新北市万里区这处加油站昨天发生歹徒持刀抢案，当时只有林姓加油工一人当班。清晨六点多，一名戴着全罩式安全帽年轻男骑士加完油后，坐在加油站内与加油工攀谈。坐在那边聊天吗？有时候聊什么？随便聊。哦，他应该不是当地人。没看过，不是当地人，没看过。聊着聊着，男子突然亮出折叠刀，抵住加油工腰际。这边，这里。威胁加油工交出30,000元公款，得手后骑机车离去。刚好那个警员没电，然后马上就打电话。紧张，就在讲，为什么就有点那么？我一直在跟人哽咽那种。警方正调阅监视器追缉抢匪。动新闻新北报道。